前面发现一群搁浅的小鱼，给我过来。哦，这是长鱼的小宝宝吧？太可爱了，这些得放生。这只猫耳螺还在推土呢，看看它的肉，哇，好肥啊。哎，没有水吗？跟海绵宝宝一样，捏起来非常解压。这里有个呼吸孔，应该是个螃蟹吧？不大呀，还是个小宝宝，放了吧。不仔细看，还真发现不了它。这只毛毛虫就趴在海草上，估计是饿了，在找东西吃吧。这种野生的海参必须带走。每次大海退潮后啊，礁石上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贝壳，这个还挺好看的，就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吧。就看这个钳子，哇，好大一只赤眼红啊！你看它一身钢铁铠甲，不用想，肯定是只大公蟹，带走。石头底下发现两只正在搞对象的小螃蟹，看样子年龄也不大，这个凶一点，应该是个母的吧？那只肯定是公的。哎，这只是公的呀，猜错了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条鱼吧？头上都晒秃了皮了，好像是条魔鬼鱼，不敢要。